据泰国媒体报道，近期在曼谷一夜市卖宠物服饰的店铺里，一只名为菲尔女士的橘猫在社交媒体上走红。报道称，菲尔女士原本是一只流浪猫，被店主收养以后，经常为她穿上各类服饰，甚至戴着墨镜、假发等在店内进行展示。可爱多变的穿衣风格和高冷的神情姿态，吸引了不少顾客前来打卡，也为店铺提高了销售额。